来来，慢点慢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吓一跳，往哪去呢？喂，别叫啊！我俩口叫啊啊啊！我俩口叫。看着美女女们啊，去，今天事儿办成了，给你吃牛肉啊！事儿办不成，咱们吃狗肉。去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回来回来，别缠人家啊！不好意思，太小了，没吓一跳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哎，之前没见过你呢，这个点儿。嗯，刚搬过来。啊，行行，干啥呢啊？哎，美女，你家平时的话，这个狗都吃啥呀？我看你家这狗养的挺好啊。就吃狗粮，平时吃点零食，鸡胸肉啥。是吗？我平时一买那狗粮买30来斤，别往那去，30来斤比我都能吃，一周就炫完了。嗯，是，看着挺大。是，他得10个月，你家这养多大了？8岁。啊？8岁。啊，没看出来呀，趴着了，累挺了。那美女，那个，咱俩加个微信呗，就是我这个。我养它也不长时间，就是有点有的问题可能不太懂，咱平时交流交流啥的，不太方便。啊？啊，这个行行，没事没事，那咱俩上下楼啥的，就是有啥事你到时候叫我啊，我跟你家楼下啊，咱们也方便啥的。回来回来，那个你先溜，我先走了，走，走，走吧，吃狗肉去啊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啊 ！Hello， 挺巧、啊。来，别往那边抢啊！别，喂、哎，别打架！哎呀，这一会儿我下去吧。哦，爹，你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他就有点凶。哎，行。来了来了，哎，诺诺，吃早餐了，来了，诺诺。来，慢点，别往南去，来吃早餐了，来，哎，你怎么，哎，让人抢走了？你家狗就是早上伙食啊，一天一个小鸡腿儿啊，这是早上都得整两个，要不得是饿。来，让他过车了，哎，馋腿了，来。没事，还有一个啊！别咬人家，抢你个鸡腿不至于啊。这白的大吧？啊，白的大，白的8岁。你看见没？它大着呢。嗯。走吧，我们都吃人一个鸡腿了，走吧。还吃吗？这就长这大了呗。啊？多少斤长？那它100斤。那还得长。嗯。走吧。谢谢你鸡腿啊。啊，这时候是想起来了。那个，哎，你帮我拍照片呗。怎么拍？就这块拍就行。嗯，就跟他给我跟他拍一张就行。嗯，因为每天我都记录一下，就是和他的一个成长啥的。行，那你摆好造型。嗯，来来，弄，过来，别往人家。听话，要着微信听，要着微信吃啥都行。来，哎，我就这个逗他的一个动作吧，行吗？来，帮我抓拍一下，来来。好了，过车了，咱让一让。啊，行，拍挺好看，啊，谢谢你啊。